9月24日，陈豪出席珠宝店面开幕活动，手上四克拉钻戒闪闪发光。被问到是否会再购买钻戒，未来老婆陈英美艾米，陈豪表示，艾米怀孕如此辛苦，持续时间一定会再送大礼给她，但是什么礼物却不肯透露。就是说实话，她那么辛苦，当妈妈真的不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，所以啦，我一定会买一个礼物给她，但是是不是这个，不告诉你。他还透露艾米会在下月回港，但因为自己忙于电影拍摄，就会请他家人陪同回来，并表示等艾米回来将透露宝宝性别。快了快了，不要急，快了快了，他差不多就回来以后就告诉你了。日前艾米在微博中放上加拿大家中的狗狗生小狗的形象，对于许多人建议孕妇不要跟猫狗太过接近，容易引发过敏，陈豪表示艾米家中的狗狗养了很久，而且都有保持适当距离，不是成天抱着，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。其实我不太担心，他家的小狗都是蛮小了，所以他没有经常去抱他，所以呢也不是那么近距离的就解住，所以还好了，没有那么严重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